吕建玉说呢，不要以貌取人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他听很多人都会拿年龄来当借口，而现在都几岁了啊，学什么还来得及吗？吕建玉说，当然来得及啊。他小的时候英文烂到爆，但是现在说的呱呱叫。他不但学英文，连德文、连泰文他都在学。这么励志的故事，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都邀请他去演讲，甚至他还是同学们票选开课的第一名。很厉害的这个小提琴的偶秀才，真的哈、哦，高手在民间，对不对 ？Thank you so much. Totally this one, I'm feeling it's my honor. 不只会拉小提琴，黑手老板吕振玉聊天时不时唠句英文，这可是花时间苦读来的。这是英文啊 ，A I O U 啊，我只是把 A I U E O 都变了啊。因为我们习惯比较日本音，对我们台湾人比较接近，我们比较能接受，所以 R E U A O， Heavy 的话 ，Baby Bu Baby， 我有三个小孩，五岁七岁，五七九的时候，五岁七岁九岁的时候，我请了一个外国人来家里教小孩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老婆老婆。啊，你坐啊，你跟囡仔学。我老婆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：我要不是读高中、初中，我国好娘，你叫我读学英文，我连 A B C 都不会。我说：啊，你学英文会不会肚子痛？我不会啊。学英文会不会落晒下痢啊？我不会啊。啊，不会，怎么不在那边做？就这样做下去，一年四个月，敢跟外国人用英文讲，你就自说母音。哦哦，五。EW 有那个 moment 的有没有？他们很怕我，因为他要叫我信教嘛，我都摆个理由给他。但我就是一直跟他练英文，跟他讲英文。结果你就开始去搭讪。对，咬着我不要不放。我刚开始跟外国人讲也是这样啊。外国跟我讲的都陌生。啊 ，He's my wife。伊个外国讲 ，She。She is your wife。按我才知影讲哦 ，he、she、me， 无同款。啊，不会啊，刚开始不会啊。啊，那恁家更小。那我家更小。错了就错了，那不是我的语言呢。学英文哦，学语言，恁任何一个语言哦，干，不再干，要求要干。我不是骂人哦，是很敢呐，要求要干就是，在真干呢，很敢跟他讲。不要管说文华什么华，我这是台湾英文，把它讲出来就好。做黑手生意往来不太需要英文。吕振玉高中时念的是电机，国中时又不爱念书，被退学了三次，念四家学校才毕业。怎么现在英文说的那么溜？哎，我不能讲哎。The Taiwanese, they all don't know enjoy the spirit. They all don't know enjoy the spirit. Only enjoy the car, house, watch. 有很多朋友就吃喝嫖赌抽，就是好趣味嘛，你都知道。哎，我今晚在啉烧酒，哎，我今晚在在拍牌，都这样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啦。偶尔会了，也不是说很喜欢了，就想说想个办法把它记下来。你记啊，来 YMCA 学英文啊，叫你拍电话来。你我今麦在做啥？哎，拍戏啦，我在学英文。他们就会，好啊好死啊，敢用得着？对，但我不在意乎他们讲什么，我就一直学，一直学。当我会讲，会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就很惊讶。吕振玉说：“要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就是要努力做。英文难不倒他，更开启学习各种语言的兴趣。”阿甘伦，天气热，阿甘伦。我学了三个月的泰国话，我就会讲，就敢跟他们讲。我请一个老师，老师教。哦，白天。无聊的时阵，啊，不会，我就带了一本老师教过的，就去洗碗店，一次10块钱嘛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
要去洗，一天就洗了三四次，要捋屁的，老师教过捋屁的三四次。跟那些洗头妹妹讲。对，今天好吗？不会，我就一直在问他，晚你礼拜，晚你礼拜，就一直问一直问，我在我的毅力，在我就把它记起来。小姐，你好漂亮，要怎么说？是 beauty， 是 beauty。龙娜拉，龙娜拉，娜拉可爱。我32岁学小提琴，33岁左右我就学会讲泰国话、英文。到差不多38岁，我就学到德国去，我就学德文。谢谢的 ，Dank。你还是读？你叫做什么名字？你好吗？个人接，这是德文，德文的笔记本。翻开笔记本，上头密密麻麻，这是吕正玉学德文时一笔一画记下的《葵花宝典》。3个月，我记得3个月，整本都是你的3个月的成果这样子。一起别没功夫，什么意思？我的结婚了，一起 have a dying kinder， 我有3个小孩。啊，德文就有一次就是那个 Bosch 他邀请3个台湾人去那边受训嘛。刚去的时候，因为我在法兰克福工业区吧，隔一条街过去就是商业区嘛，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就看成人秀，等区都是红灯区，我就进去了，我就英文问 ，Do anyone can speak English here？ 有人要去 ？Yes, I can。爱德被抓里面，我 no here， you turn on the light， 你会个车了都，他就 you teach me 怎么呢？广告好吗？我说广告，50 mark， 我说 OK， you teach me German， 我来 teach 安尼，你穿3.4哦，特工安尼报道报道报道到我敢讲，特工嘛去报道。真的哦，人家还以为你都是去红灯区看。对，去嫖客，对。小孩子的教本。哦，全英文的哈。全英文。让我看到一本的，很特别的是猫王 ，Avis， 哦，其实猫王他不是，他天生不是一个音乐家，他是一个那个开拖拉机的，开货车的司机。Avis become truck driver one day in 1954。Are you lonesome tonight？ 收音机歌唱比赛，他就去参加，是，结果就是让他。拿到冠军，就这样变成明星了。变成明星。啊，你有感觉讲伊的故事，伊的人生，甲你有淡薄仔相？无啦，我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。猫王、货车司机、摇身变歌手、黑手拉小提琴，又学各种语言，证明了不管什么样的身份背景，只要有心都能成功。他自己带头做，给孩子们最好身教。儿子是从事贸易，好像还说去德国。对，慕尼黑大学。啊，2个女儿是从事音乐，教小提琴跟钢琴。只要你有毅力。想个办法，坚持你一定会做就对了，做就对了 ，just do it， 对不？最难的是要愿意去做。对你如果不愿意去做，你就不会成功。过去不爱念书的他，中年才开始学小提琴和语言的励志故事，不少学校请他去演讲，甚至还有大学邀他开课。他要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，人不可貌相。有的同学就音乐系的嘛，你看这个欧丽香，你看哦，好厉害哦，那60几岁还请吊嘎，还会坐火车，还会拉小提琴。我女儿看了就笑了，他们你千万啊，还有我爸爸在公司在传，你看，那莫人你看这个，你看这火车哦，恁台中这台中人做厉害哦，坐火车还会拉小提琴，还讲英文，这样，还给我媳妇看的，我去看了，笑了，那为什么笑？还有我公公。我挂罗雷啦，我排罗米啦。
哦，皮鞋是那个什么皮鞋啦？我不在乎外表，我只在乎内在。我过得快乐吗？这是很重要的。台湾启示录每一集最新的内容首播都在每周日晚间11点钟，中分新闻51频道，请您准时锁定。